相亲对象给我介绍工作，今天带我来面试了。小夫啊，你紧张啊？第一次难免有点不太习惯。哎，快走吧。这一栋楼一个公司啊？对啊。那这么大个公司，人家能要我吗？哎呀，你大老爷们怎么磨磨唧唧的？相信你自己，走。谁介绍来的？啊？徐楠啊，对，有啊，你对公司有啥要求吗？不是个，咱现在还什么也没聊呢吧？咱公司前期不会太多，一般一个月1-2W吧。啊，现在传媒公司利益这么大呢吗？都，你这么的吧，哥，我叫我昨晚你唠。哎，别，我没你大，哥。哎，别，哥，哎，哎，你好，娘，从明天开始我就是您新主管了。啊，坐。哥，我面试呢，不是吗？还没唠呢。啊，对，先唠吧，明天就要来上班是吧？不是，哥，你给我整不会了。那刚才薪资待遇什么都给我干迷糊了。那薪资待遇怎么跟你唠的？什么？他上来就跟我1-2W 啊。1-2，啊，不是，哥，我还是不太了解咱们公司，可能咱们公司也不太了解我，反正。了解，非常了解，剪辑视频嘛，对吧？拍视频。行业名气也挺大的，云南女老师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哥徐啊，明白，男老师嘛，以后多多关照了啊。走，我带你参观一下公司啊。走啊。那哥，咱公司是不是没有食堂什么的？那有没有不还你一句话事儿吗？啊，啥意思啊？啊，没事。怎么了，那老师？那位是。哈哈，装没认识是不是？我懂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我们老板岳老板。好，这么玩是吧？哼，岳老板是吧？你给我过来。